这一切都是黑宫的阴谋，黑宫的阴谋竟然能推动如此巨石，看来只有日月同辉了。家谷师兄果然洞察秋毫啊！哼，洞察秋毫谈不上，你们会来抢夺至阴童子丁沙平，却是在意料之中。只是。 对付你们，哪用得着黑宫大师出手？日月同辉发挥至极，可达到七重山的威力。可你二人练功不专，最多也就能发挥到六重山吧。对付家谷师兄，六重山足够了。我们收拾对面那两个，是不是有些欺负人呢？是有些欺负人，不过那也得欺负啊。这话有些多了，待在这儿，一个人受伤，足够了。这么多年，也不知道你们两个的功夫是怎么练的，真是差！嘣！家伙，他长本事了！我觉得他的功力应该快到七重山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凭你二人的功力，不是我的对手。时间拖也是差不多了，我们打不过你，不陪你玩了。哎。 日月